十郎的位，应该是他吧。反正听说他是在吏部任过职，那就不跑了。国丈的学生，他是富国泰的人。媳妇啊，你看见没有？我对富国泰如此真诚啊，就没打消他对我防备的心。你看见？老爷，你要是真的对他能真诚的话，就不能憋嘴，去打听消息快。好嘞。钱公公，你此次前来传旨，可是要跟我们一起回京啊？这个自然，路上呀，奴才也好伺候好格格。那正好，我也很久没见到从京城来的人了，我们可以好好聊聊。是是。九了，这银子是失足了，这都负责见识上我了。不能吧，老爷，我听钱公公说他拿着你那颗珠子在河神那可是饿了不少啊。那狗吃屎能有够吗？再谈。还谈什么？甭管谈什么，先熬到天黑再说，去吧。好吧。哎，孟兰姑娘，给我吧。哎呀，没事儿，哎，我帮你拿吧。给我吧。哎，不沉，真不沉。大人，秦捕头啊，跟向月荣都说好了吗？您放心吧，都说好了。好，咱们准备出发。嗯，行儿啊，行儿，哎，来来来，老爷，拿着这封信去交给格格，就说我们在这儿等着他，让他快点出来啊。明白，去吧。钱公公啊，聊了这么久，您也饿了吧？要不我让人给您安排点吃的。回格格，奴才不饿。行，那咱们就接着聊。哎，格格，奴才想。您想聊点什么呀？哎呦，格格，您起个头呗。行，咱们都聊了这么多事儿了，那我们就聊聊这京城的涮肉吧。你不知道啊，这么久没回去了，我就想着这一口呢。你说那么热气腾腾的铜锅，那么嫩的肉，这刺啦往里边一放，哎呀，这个香呀。不过最主要的还是这口料，芝麻酱里边加点儿韭菜花豆腐乳，我最喜欢的就是那现炸的辣椒油。钱公公，你平时都喜欢往里边放些什么呀？奴才想放肆。格格息怒，奴才知错。没说你。格格恕罪。也没说你。起来吧。这是。这谁在外边鬼鬼祟祟的？进来。夫人，你们聊了这么久啊？怎么是你啊？在外边干嘛呢？哦，夫人，我一直啊都没找到老爷，不过我找到了一封信。念。哎，夫人昨日手太黑，遍体鳞伤一大堆，不怕疼痛怕心碎，今日一别莫再追。什么意思啊？老爷可能离家出走了。离家出走？那刘墉反了他？你们在这等着，我去把刘墉给你们叫回来。是。公公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我跟你说呀，别看这刘墉在朝上人五人六的，可在家里头呀，那他可就惨喽。哦，格格呀是被六王爷从小宠到大，刘墉对他稍有不顺那就家法伺候，这不肯定被打出去了。哎呀，格格一说我还真有点饿。
老爷，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济阳。咱们去济阳干嘛呀？去给小溜溜灯找姐姐。那姐姐不是已经死了吗？咱们是要去那儿找凶手啊。上车，上车。繁华呀，繁华。你看刘姐都胖到边上了。秦大哥，客栈已经开好了，就在前面的济阳客栈，跟王总吧。走，走。老爷，这个房间够大，就留你给夫人了。嗯，孟楠姑娘他们都住下了。本来给你安排到你隔壁，但他非得要住一楼，我给他换房间了。好，都安排好啊。啊！救命啊！杀人了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杀人了！站住！小兔崽子，我砍死你！站住！都站住！杀人了！站住！站住！杀人了！砍死你！我！我今天要是不问，哎呦！谁扔的罐子？谁干的？是他！我肯定是不想活了！别！济阳客栈，这刘墉跑济阳干什么？贾大人，要不然我让济阳的知县去探探底。不行，你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很难知道刘墉到底想要干什么了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这样，你现在去一趟东昌府，快去。好。慢点吃，孩子，不着急，慢点吃。嗯，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。甭客气，甭客气，吃吧。孩子。嗯。你怎么知道我是当官的？刚刚追我那个屠夫是济阳城的恶霸，除了当官的没人敢惹他。哦，我还以为你算出来的呢。哎，对了，大人，您是什么官啊？我呀，嗯，我这官反正不小。嗯，比县太爷的官还大吗？嗯，差不多。您可别吹牛了，这济阳城里啊就没有打过县太爷的官。啊，那我不是你们济阳城的呀，我外地的官就不能大吗？啊，哎，孩子，哎，行行行，你轻点，轻点，轻点，你再把孩子吓着，甭怕孩子啊，甭怕，甭怕。大人您快跑吧，那群恶霸一会儿就来了，他们可凶了。哦，你这么怕你们本地这官啊？嗯。甭怕，孩子，啊，你信不信？一会儿你们那县太爷来了，要见了我，他得给我磕头。嗯哼，不信，
咱赌什么的吧。嗯，不敢赌，不挨打就行。不挨打就行。行，那就好办了。不光不挨打，我还让你打他，你信不信？哎，对对对，给孩子换碗热的，来，接着吃，拿着。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。吃吧，吃吧。大人，一会儿县太爷真来啊？我不知道。您刚才不是跟孩子说要来吗？哦，嗨，我是觉着呀，他应该来。你想啊，咱们到他地头上了，上来还打一架，他不得露露脸啊？可是呢，也难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人可能不希望他来。您就这么说吧，您是希望他来还是不希望他来啊？我呀，随他便，我看他们的。他要是来了，说明咱们后边没尾巴，咱们该干什么干什么。他要不来，还麻烦了，说明咱们有尾巴，这还得现甩，明白吗？那您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帮了忙了，还是帮了倒忙了？还是帮了忙了，不能让孩子挨打呀，对不对？明白。孩子，你慢慢吃你的啊，忘了吗？你边吃，我边问你的事儿。啊，你认识一个叫小溜溜灯的吗？嗯。哎，不对呀，他在你们这儿很有名啊。您说的是大溜溜姐的弟弟吗？哦，看来这孩子还真能吹。没错没错，就是他姐姐。嗯，大溜溜姐已经好长时间不在我们这一片了。怎么了？回家了？不是。大溜溜灯刚走的那会儿，他父亲的确把他抓回去了，但他之后又跑回来了。后来他还说带我们去东张府找小溜溜灯，但是后来就不见了，有人看见他被黑白无常抓走了。黑白无常是什么玩意儿？黑白无常经常在我们这一块出现，他每一次出现呢，就抓一些年纪稍长的女孩，有像我们这样的乞丐，也有啊像他们那样正常人家的孩子。哦，对了，昨天还抓走一个呢。拐卖人口？不是，是黑白无常。嗯，黑白无常，黑白无常。吃吧吃吧吃吧。姐儿啊，来再给孩子盛一碗。哎，好嘞，老爷。二姐，你是不是？放心吧，我没事儿。不过你看老爷刚才看孩子的眼神，他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啊。是啊。妹妹，我上次跟你说的。二姐，你这方面看过大夫没啊？漂亮的花伞。看过，不只是大夫，御医我都看过多少个了，都没用，药也没少吃。妹妹，二姐，要不然我给你看看吧。你还会看这个？你忘了，我学过医呀，虽然杂了点儿，但是也能治一些疑难杂症。真的假的呀？真的假的？那得试试。那就死马当活马医吧，试试。走，咱试试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保护你们的。我们姐妹俩逛街不需要你保护。就是。哎，如花似玉的怎么不需要保护？来看，这人怎么看这么眼熟啊？这不是你打过的那个吗？嗯，这是打击报复来了。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没有我不行吧？不过孟楠姑娘你别怕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姐，他马上看病去吧。这什么人呢？不行，来来来，走，快走。你看干嘛呀？这是怪吓人的。怎么回事啊？你看看这光天化日怎么还拿刀呢？真是砍死他！
哎呀，就这两下子，还想寻仇啊？想挨揍，给你们机会，来，来呀！这对呀！半模样，反正他不是鲁智深。为什么？我说他确实不是鲁智深啊。那他事实就不是鲁智深呢？哦，二婆。慢走啊。只见他左手拿刀，右手便来抓我，就被我顺势抓住左手，上前一步对着小子蹬。就是一脚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子枫，一个大内高手打一流氓，有什么可吹的？你这我不是为民除害吗？为民除害，为民除害。说起为民除害呀、啊，咱们这回还真到了时候。看小乞丐带来这线索没？说明本地有这么一伙人，专门拐卖良家妇女。这帮丧尽天良的家伙。老爷，这事不归咱们管吧？对呀，大人，这天底下案子这么多。你想管你管不过来啊，是不管不合适。我觉得吧，通知他们的父母官，让他们查。胡说，案子是管不过来，但是案子到咱们手里，咱们就得管到底。可是大人，这依现在的情况看，没有任何线索啊，怎么查呀？黑白无常那不是线索。大人，目前这黑白无常只是个民间传说呀。既是传说，它便有依据。咱们现在要做的引蛇出洞。没有夫人不声明的。不，问题是让谁去引呢？嗯，孟楠姑娘，你现在是大小姐，总要有大小姐的样儿。您不是仵作了？好嘞。哎，你们看那个人，可不可以别瞎学嘛！你现在是大小姐。你见着哪个大小姐马路中间下雪了呢？往前看。哦，你就想想平时夫人什么样。夫人什么样？嗯，那夫人是格格，从小在王府长大的。我怎么长大的？我是仵作。你怎么还颠着走啊？我现在是师爷，我不得从头到脚打破一下我秦捕头的形象啊。你看他路线还挺快呀。秦大哥演得真好。什么呀，难受着呢。你以为我这身衣服舒服啊？干嘛拿着扇子啊？我这不借助点小物件吗？要不然我能自信啊？你以为？秦师爷有点过了。不过不过，看他演得挺好，怎么比我强？这还不适应呢。我觉得我还是算了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往前走，千万不能半途而废啊！兴许那俩人已经盯上咱们了，现在如果半途而废，之前的劲儿不都白使了？你想想咱们打扮这事儿多费劲啊。那倒是。哎，小姐，这也到饭点了，你想吃点什么呀？哎，我想吃那糖葫芦。真正的大家闺秀没有见着想吃的东西一排牙都露出来的，把牙给我憋回去。笑不露齿啊。再说了，咱们这种身份怎么能吃糖葫芦呢？嗯，大小姐，你要是真饿了，咱们就去最好的酒楼吃饭。我就知道这是趟肥差。
小姐请。三位想吃点什么？你们这儿都有什么呀？咱们这儿是济阳最好的酒楼，南北大菜，冷盘热炒，煎烤烹炸，应有尽有。小姐，这样，油爆散丹，清蒸鲈鱼，溜鸭心，炒鸭肝，爆炒鱼唇，再用你们这儿刚会打鸣的小公鸡，炒一盘特色炒鸡。小姐，咱们暂时先这样。哦，那就先这些吧。哎，好，得嘞。等会儿，再来一坛上好的女儿红。哎，好。快着点啊。好嘞。哎，咱们点这么多，能吃得完吗？哎呦，大小姐，哪能让您都吃啊？一样尝一口就得了。哦，哎，不是，你点酒干嘛呀？我又不喝酒。无酒不成席，人大小姐出门在外都讲究喝两口。再说了，什么叫快着点儿？你见过哪个大家闺秀亲自催菜的呀？哦，哎，行了行了，你们快坐着吧，别站着了。行了吧，你就踏踏实实坐着你的吧。我们这前脚刚坐下，小儿进来了，我们还得站起来，那不是瞎折腾啊？那你们可说好啊，到时候菜摆满了，满满一桌，香着呢，我一个人吃，你们可别馋。您就当好您的大小姐，我们呀伺候您啊。哎呀，我跟你们说，这谁都看不见，封闭着呢，你们就坐吧，没事儿。你以为我们不想坐下呀？但是有一句话，耳朵里听见的往往比眼睛看见的更有说服力。您饮个茶。怎么学都不太像这大家闺秀。大人，我很有可能把那俩人都吓跑了。你说这么半天了都没什么动静，我就特奇怪了。我穿着这身衣服，好像路都不会走，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，就是不太像。孟楠姑娘，我觉得你做的挺好的，你就是越想学才越不像。对呀，孟楠姑娘，你自个儿别心虚呀。再说谁说贼人识破你了，对不对呀？孟楠姑娘。我觉得吧，你就是太紧张了。大家闺秀嘛，走路的时候扭一点，没事溜溜头发，伸伸腿。就你这条件，没还有拿不下的男人吗？行了吧你，大家闺秀可不那样啊。正难受你别说了。这有什么好难受的？我就是没那个条件。我要是有那个条件，我上街上走两圈，肯定能把贼人给拿下来啊。大象腿，水桶腰。吃饭都堵不上你的嘴，那也是风韵犹存呀。我看不行啊，还是我去吧。哎，我看行，哥哥，我来保护你，让孟楠休息一下，他太辛苦了。不行不行不行，还得是孟楠姑娘啊，因为现在消息已然散播出去了，很多人都见过孟楠姑娘，你这会儿再改就来不及了啊。老爷什么意思啊？我不合适啊？不是不是，夫人，我是说呀。夫人如果亲自出马的话，那就是京城的格格来了，气势太大，贼人不敢下手。还是孟楠姑娘合适，既像大家闺秀，哎，还挺柔弱，是吧？贼人呢就会放松警惕，他不是敢下手吗？我是这个意思。大人，那柔弱就代表着危险呀。哎，有我保护着呢，孟楠姑娘，我在心里踏实吧？贺侍卫，我真的不想说什么了，真的。没你真的好一点。孟楠姑娘，你说你也是，你买东西你就踏踏实实买东西，你老回头找寻我干什么呀？人家真正的大家闺秀，人家买东西不用征求旁边人的意见。你说你一看我再回头一看贺侍卫，那俩人贩子是吧，稍微使个手段就把我们一锅端了呀。大人，这任务执行起来实在是太危险了，要不然就让我一个人去行不行？行了，你别起哄了。这么着啊，还是孟楠姑娘啊，这样一会儿再让夫人给你好好说说。哎啊，其实这大家闺秀呀，也不用刻意去学，就眼神态度要坚定点儿，对什么事儿得有要求，要挑剔。比方说这吃饭，色香味差一个就换；住店的时候啊，床单上有褶子，桌子上有灰的就换。但是对下边的人得大方点儿，没事儿多给点赏银。这
这还挺具体的。等没事儿，我教教你。大方点啊，给你们点银子，买点衣裳，没问题。买点肘子，尤其是旁边人，买个大肘子。灯笼哎，好看的灯笼哎，来看看。哎，大哥，您看看糕点，好吃不贵，您看看。哎，行，哎，还要的不错呀。当然了，我昨天就订上了。哎，走，跟上去看看。走。好，到了，落轿。慢点啊，小姐。嗯，行了，走吧，走吧。小姐，要点什么？这个，这个，还有这个，哎，好嘞，都不要，其他的给我包起来吧。哎，好，听见了吗？赶紧包啊！哎，我们明天还要赶路呢。哎，好。哎，明天就走了？今天晚上下手。小姐，我们进去吧，一会儿我来拿啊。哎，好。都包得仔细一点啊。哎，好嘞。可怜啊，真是没穿过这么好的衣裳。小姐，小心。来看看。大人，这都两天了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孟楠姑娘，你们是照我说的把信儿散出去，说明儿就要走吗？有啊，我就按您说的嚷嚷的，到处都是。大人，这招管用吗？老爷，咱们就怎么能保证他们一定能看到孟楠姑娘呢？大人，我倒是有点新的发现。我看到两个人啊，一直鬼鬼祟祟的跟着我，但是因为他们没有什么行动，所以我也没有过多的行事。胡说，我怎么没看见啊？贺侍卫，你那两个大眼珠子不怎么动弹，全在孟楠姑娘身上，其他的人你看得见吗？不，你看不见。我还盯着你了呢。贺侍卫，也许你在京城里待惯了，街面上的事儿你不懂。其实地痞流氓在一个捕头的眼里表现的还是很明显的。嗯，秦捕头说的对，要照你们这么说呀，我觉着你们可能已经被贼人盯上了。我忍不了了，刘大人，孟楠一个姑娘家，用她当诱饵，太危险了吧？我有个好办法。啊，那你说说说。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孟楠姑娘回到客栈，我就扮成孟楠姑娘的样子，咱们来个狸猫换太子。这能糊弄得过去吗？这个？哎，刘大人，你有所不知。早些年我在宫中办案的时候，经常需要乔装打扮，颇有经验。虽然没扮过女的吧，但是我有信心。况且那秦朗都能扮成师爷保护孟楠姑娘，我怎么就不能扮成女子替孟楠姑娘承担风险啊？别急，何侍卫，别急啊，怎么弄我不管，只要能找着贼人的老巢我都同意。刘大人，你放心吧，交给我，手拿把掐，我走了。孟楠姑娘，孟楠姑娘，我就要走了，这一走能不能回来也不知道了，所以你是不是送我个信物保佑保佑我呀？子枫啊，平时断案的时候你见到那些刺客杀手的也没这样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哎，哥，你怎么也拆我台啊？我这不是。
子枫，那我把这个送给你吧，多少能给你带来点好运。香囊，真香，这个适合我，一定能用得着。那我走了。快快安排去吧。好。安静点儿，当心弄死你们。明天就接你们去过好日子去了，到时候可别忘我们哥俩啊。要不咱把他留下吧。想什么呢？咱俩呀是正经生意人，不是淫贼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不是。那确实不是。不是就行了，明天一出手，到时候大把的银子可就来了，咱俩还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是是。来来来，慢走啊，您请。大人，怎么样？果真不出您所料，鬼大鬼二果然是人贩，而且他们今天中午就会和买家进行交易。好，头中午之前，咱们跟着一块热闹热闹。是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你慌什么慌？老爷，济阳知县来了，已经到门口了。他来干什么？不知道啊。他怎么知道的这事儿？我卑职杨连义拜见刘大人。怎么了这是？老爷，这是人跑西了，怎么还能晕死过去？这心急腿儿就急吗？急火攻心吗？来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！哦。杨大人，不爱的吧？啊！刘大人，啊，这一着急，咱们怎么头晕了？哦，别急别急，杨大人，有什么事慢慢说啊，慢慢说。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哎，谢刘大人。不客气，不客气，坐坐坐坐。刘大人，据说你大驾济阳，有失远迎啊，还请多多恕罪啊。不客气，不客气，杨大人。哎，哎，您怎么知道我来了？哦，我是听说的。谁说的？哦，这个我听。刘大人，我家大人是听我说的。今早，小人恰从此处经过，有幸见到了刘大人。所以才回去通报了我家大人。哦，听您说的啊。哎，咱俩见过吗？
是不是在济南巡抚衙门呢，还是哪儿啊？见过吗？大人可能记错了，小人从未去过巡抚衙门。哦，那我可能是记错了。不过他跟那人可太像了。哎呀，别晕，别晕，别晕。二姐，济阳的知县来了。老爷不是说他不会来了吗？那可能是来了什么指示吧。来者不善啊。我来吧。这个不用，我比你在行。我跟老爷在一起这么多年了，这药啊也见了好几年了。哎，对了，妹妹，你这给我抓的是什么药啊？这个啊，解毒的药。啊，你是说我中毒了？没有，啊不，差不太多吧。是药啊，三分毒。二姐，你喝了这么多年的草药，我呢是想通过这个药把你这淤毒啊排一排。啊，是这个意思呀。哎呀，是，哎呀，刘大人啊，嗯，哎呀，早想上东城府拜访您啊，嗯，可是这公务缠身，他一直没有空闲。最近听说东城府被围的事儿解决了，哎，我这心就落下了。你看，嗨，我这点事儿闹的啊，真是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，是吧？让大伙儿担心了，哎，能不担心吗？啊，咱们说句大不敬的话，你放眼京城，像您这样刚直不阿、廉洁清明的官儿，他有几个呀？哎呦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杨大人。您方才这一句话，把满朝文武可都得罪了，这才是大不敬呢。别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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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喻，明儿一样。喝口水，喝口水。杨大人，您知道为什么我这点事儿传这么老远？特别简单，传这种话的人呐，四个字，兔死狐悲。您明白吗？不明白。你怎么什么都不明白呀？人家有些人就会说那些溜须拍马的话。刘喜儿，怎么跟大人说话呢？没看见大人身体不好，动不动就撅过去吗？杨大人，兔死狐悲的意思呀，这么着，让刘大人把文房字宝给您取过来，把这四个字儿给您写下来，大人您兴许能明白。秦捕头，你说的很对呀。杨大人，你要不要看看？你要看的话，我马上给你取笔墨。嗯，好呀，我的，不敢麻烦刘大人呐。刘喜儿，刘大人中午还有正事儿呢，还办吗？老爷有什么事啊？老爷到这里来就是陪杨大人聊天的呀。那请杨大人再吃个饭得了，那不更好吗？哎，我明白，我明白，我已经安排好了，城里最大的酒楼。哎呀，我陪您好好喝一杯，不醉不休啊。哦，大人，午时已到。嗯，杨大人，多谢您的好意啊。我呀，今天还真是有点事儿。这样，改天，改天咱们不醉无归啊。这样吧，您呢跑得也急啊，在这儿喝口水，好好歇息歇息啊，坐好了，休息好了再回去。我们有事先去忙啊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慢慢坐着啊。喜儿，走。刘大人，您这是哎，刘大人。刘大人，哎，刘大人，可背上杨连义，本所都御史在这断案，你要阻挠不成？哎呀，刘大人不是这个意思。无力的起来，给我滚蛋，别在这讨厌。嘿，刘大人，刘大人，哎，刘墉接旨。臣，刘墉接旨。副
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今东昌新任知府杜维到任，命东昌代任知府、督察院左都御史刘墉即刻返京，不得有误。清此。臣刘墉。大人，刘大人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公公啊，您有所不知啊，最近此地的天气变化无常，多人染病，我也是有恙在身呐。主要反应是心悸、犯晕，他时不时昏厥。哎呦，这……对，杨大人，你过来，你跟公公说说，是不是你也老犯晕呢？啊，晕，你看。